到了熔炼车间，晴九怎么选？先选一首三星赛道，看这边的选择了。沁园春，就我感觉这个 ECU 的话，自己用感觉没那么快，看别人用就觉得非常的快。我自己用也很快，要不然怎么调整不过来呢？对啊，容错率没那么高。对，冲刺超车加速。起步，完身冲出来，临场弹射，突然很快，但是一个弯道就慢了下来。子墨后劲有点多，对，子墨来到了领跑位，点难点特征点的一个位置。ACU 这两个人过得都不好，坑歪了一点。对，咱宁青过得比较完美，所以说来到了第二名。后面官人的话也是直接赶超，米米来一个脱漂。过来以后就是一个单线延续，一个单线之后再一个单线延续，然后就自己有点拉近了，但是没过来手速比较慢。对，你的后追非常快，已经逼近到你沉默了，因为内道要让出来了，感觉要有一波对抗了。这里延续的弯道，这里又撞墙了。宁青这边出弯太着急了，想着急去抢内道，应该是上墙了。连续几弯道，看这边一个冲刺情况，官人又歪了一点，看一下这边怎么过来。对，明明的距离有点大了呀，这前面有一个大失误吧？感觉在前面，那个小飘速过来以后，就已经拉近了。对。其实今天 Q 里打秦九真的不好打，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秦九、子墨，包括一个人，你是任何一支在原来俱乐部。宁青和敏敏都这样去很难打的一个领跑位。说的话再次磕到一下，恭喜子墨拿下第一局的比赛。对，其实官人和子墨的话，其实都是有一个一战之力嘛，单挑赛上跟你们。看一下这场比赛，两辆破风在左侧。起步先抢一个内道过来，起步三分。直接弹，我、这边就没弹出来。但他这个弹其实前面三位选手影响不大，应该是自己没有弹出来。就是自己的一个自主失误嘛。对，宁青来到领跑位，一个人在后追，落地后追完过来，再来一个进阶。这里宁青卡了一下气，稍微歪了一点点。对，然后这里宁青角度不好，一个人直接逼近了。是的，来到了进道点，看这个对抗没有出现对抗，但直接路线更好，直接反超了。明明又复位了，在后面。这就是在那个进道点，而且走了外侧，是在自选盲图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失误，其实是蛮伤的，因为即使宁青拿到了一个十二分，也无法弥补宁敏的一个失误。而且现在前面的话是子墨加官人那个这里的话子墨直接歪掉下去了。对，本来是把宁青给挡了，双弹射脱飘，但是自己反弹回来之后路线也不好。是，那么明明的话也是在逐渐的跟上来，但是官人的一个距离是比较遥远了。这里拉侧身。再拖一下一个单前续过来，进道通过没有问题。再开一个 ECU， 这 ECU 开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，稍微蹭一下墙。都有一点点弯。对。看这个进道通过没有问题，看看官人已经来到最后的延续点了。最后过来没问题，一分二十五六秒整，差一点破纪录。是，明明这边话六秒五秒跳秒了。应该是。间隙真的跳秒的间隙之间。对吧？除了这里宁青直接放弹就走了之外，其实差别不大。哦，这里官人飘早了，还受到子墨的干扰。但幸好是指挥官，要不然这卡机就浪费太多时间了。后续的话，容速率更高一些，宁青先冲出来，这句话比较舒服。子墨来做一个后追。靠海神创奇迹了嘛？海神这辆万能车，这里子墨做的更好一点，这辆 ECU 放的，但是、再一个进阶还挡到了后面的官人，明明也顺势过来了。对，这个你先上墙一次，我再上墙一次，真差不得啊。啊，这边再一个小飘，最大他冲过来打压器，都在开 ECU， 稍微磕了一下，别着急，这个 ECU 总感觉前面人开了自己肯定要在地方开，要不然追不上，就这种感觉。就是你开了我也赶紧开，但是车身车位还没有摆过来。对，反正这边，但是有点乱，对，只是调整过来。自己在挡，挡不过。还有一个位置，
最后一个进阶过来，没有问题，宁青可以完成冲线了。前面一分，一分一十一秒七六，是的，刷新了杨随的记录。而最后子墨七秒冲线，八分，十八分的话，这边是二十一分，是三分，好吧，对。R D 杨随保持了106天，对，用的是神风玉堂，那个时候神风玉堂还不能够用皮肤创造的一个记录，而且还没有这个仙术 ECU 吗？对，有仙术 ECU， 有马超皮肤，就两个 ECU 一用，感觉能提升个一秒。但是你如果一个失误，可能也会没。我后面再反选一个什么莫高窟之类的。对。子墨先拿一个优势，前面解决时候。今天起步段位甩尾之后有个失误，直接弹，这一次弹出来了。刚刚弹射的一个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对，距离还是比较接近。两个进阶双杀过来，哦，这个一堆开起来真的快，是直接反超，直到反超，但我再用一个再反超你，拿你来到这个 S 型弯道，这里出完很快，子墨没有任何的拖沓。是这个快出弯的手速就能体现出来优势了。对，一关人想一个外卡内卡宁青，但没有卡住。是，但位置还是比较接近的，还是有机会。这边关人路线更好。是，三连金到来了。是，时间延续。没有人上墙。快出弯过来哦，明明被克带连带到了一下。太想要去抢内道了，但这个脚吧不好抢，因为子墨卡的已经很死了。宁青跟上来了，一个 ECU 应该是一个 ECU 上来的。是，这边明明先失误一下，连带到了关人那个路线。对，关人先开弹机先走，是调整会更快一些。宁青来到领跑位置，子墨还剩一次 ECU， 看找机会。这里卡气，宁青把氮气给蹭没了，应该是出弯的时候蹭墙。没错，这里的话应该可能少一个小喷，给机会了呀。对，还要再卡一下气。你弹。角度不是特别完美，有点太仓促了一点。对，自己同时开 ECU。是，那用到 QS 如果拿不到优势的话，这就会比较伤。一个人只要夹在中间搞事情就好。是，而且跟进的话，其实这个分数差不了多少，只不过拿一个抢先的分数。连接过来，三连接近，没有问题。知道来不及撞了，来不及撞了。撞不了了，而且撞了以后自己调整的话，关人也在后面嘛。对，最后一分五十七秒，红分的话，这样宁青的分差就是这场比赛领先分数，就仅有的领先分数。是的。看金马跟雷诺就看手感了。是的。哦吼，金球两个人的侧身单分都要比 QG 快。是，这个手速上感觉，知道子墨快，没想到你们俩都快。子墨开启 ECU 直接先走，这里醒酒医馆人先没开，他是要去挡一下后面的宁青，所以他不能强行去跟子墨抢位置。哦，这里突然早了，但是连带到宁青这里，哦，两个人都没挡住。对，同时再开一个 ECU 过来点票进入金道。对，这里还被米米在后面复位两次，还没走上金道。嗯，这的话有点，哎呦，这个距离拉的就有点远了。是，宁青来到一个领跑位置，但是关人和子墨的一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。对，还好是第一圈。是，但宁青出去了以后，其实对于领跑来说是比较舒适嘛。对，宁青这个进霸呆人在反压上面真的跑出去要追反超是有点难。但是明明才到口字形弯道，这个距离有点远。才过终点。是的。就有点太远了。一瞬间，我不知道秦九两名选手有没有看到小地图啊？但如果看到的话，我觉得他们这时候应该非常放松，追就行了。但子墨又复位了，子墨出现点失误，让关人哎，关人也是紧接一个失误点，那宁青的一个距离有点拉远了。对，看一下宁青能拉多少分了。不是，关键是宁青越跑得越远，其实米米更难受。那万一一个未完成，这一下，但这个也不可能再等的，就尽量是拉秦九两个人的分数嘛。对。哎，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告诉队友我失误了，你等等我。来看一下，宁青一分三十九秒九七，关人七秒冲六秒，六秒冲线，六秒五秒可以完成，一秒两分是十三分，然后一个五秒冲线，也没有用 ECU 的啊。这像我们刚看的记录榜上都是这周刚刚跑的，是今天就跑了一次嘛？对。这里明明的一个氮气出现点问题，这边 WCWW 叠上好像可以再延续，
比较高，看第三个也是没问题了。紧接吃完，紧接紧飘一下，再接一个空吞。个人路线有点肥了，给了敏敏机会，但敏敏这里出来之后又上墙了，这里还有卡气。好在关人在后面的一个距离也是比较远的，而且子墨也追不到宁青的一个脚步，已经实在这张图太快了，起步就拉开一个比较大的优势。对，再叠一个落地，速度慢了一点。哦，敏敏后面又有失误，氮气也没了，又在卡，然后再放，还要再卡气。这个点的话，距离跟关瑞又拉开了一个，对，而前面子墨跟宁青只要咬死就一分的差距，然后后面好像应该不止一分了，是后面感觉有两分的一个差距。看这边落地下来以后，我们宁青路线不好，他飘的有点多了，是最后这个单前去只能做一个甩尾，给完冲线。明明这个路线八秒，六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三秒，四秒，三秒，四秒，三秒跳的呀，有点看，有进线之后跳了三秒，就是那种保持了五天啊，这也是在上周跑出来的。对，看一下上线多少，20秒27，19秒77，没看到，还真是真的快，跨秒，这是真正的跨两秒。确实，宁青就喜欢跨两秒，加赛。对，但是要不知道宁青会不会在起步用个 ECU 也去抢。是我直接抢一个领跑，你有氮气没用？那这里在这里用吗？也不用，不用，还是要留到后面吧。嗯，因为其实在后面来说的话，指挥官的容错率更高一些。对，那你一般人的领跑位就先出来了。是，子墨受了点影响，这边跳来过来路线很好。子墨不着急，先稳住。是，宁青吧，受到一些影响啊，这边过来不是很顺畅，在这里选择开一个 ECU。千万开 ECU 之后一定要熟悉这个画面，我就感觉选择选手一旦开完 ECU 之后不熟悉画面，视觉感觉不一样了。就不要疑问一下我在哪儿。对，哦，子墨有一个大的失误，这边直接落后了一个大距离。是，这个跳来点的话顺利过来了，明明来到领跑的位置。对，来到第二圈，是双领跑。第二圈这辆速车就感觉有些乏力了。起步优势已经丧失了以后，第二圈其实很难追的。对，集气不占优，车速的话也稍微吃点亏。是，而且敏敏的一个停药之心还拿了一个领跑的优势。子墨再复位，这一下是就比分要扳回来了，这是剧本要改写啊。是，这反差五分可真的是，哦，这里歪了，那这个地道过不来，能上去，可以可以，有氮气。成绩1分18秒，那我看一下最终的这个分数，六秒，这里是6秒7分，这里4秒，4秒5分12分，风水轮流转，你12分21分是，9分啊，什么12分？关键你上张图醒酒又捞了起来，这个风水轮流转，对，看本局起步，今天抢一个优势，绝对更高一些。落地快要出来，丹田去过来，再接一个暴力，挤开，哎，把自己挤了，卡了一下，哎，又卡了一下，子墨跟关人这边差也没飞上去，差也飞上去，丹田去过来，距离拉近了，对，同时开 ECU， 敏敏开到了前面，关人忍了一手没开。先等等，对，这个 ECU 很关键，我这里没开，你开了一次，对，你开了你还和我持平，对，持平。你这最后抽血，我可能就靠这一个 ECU 冲了。对，我最后你跟我比较接近。看一下这边孙乖，非常完美。对。哦，宁青也没开。对，只有敏敏开了吗？对。他只是想上去抢一下，卡个位置。对。但先去过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再来一个暴力。子墨跟敏敏还是咬在一块儿的。两个梯队嘛，现在赛事上的一个优势。我磕了一下，是，好，稍微损失一点点的速度，是，好歹 CW 是拉出来了，对，直接拐过来，再一个甩尾，又磕一下，哎，磕没磕到，这里视角没有太看清，飞，最后两人用 ECU， 换人更快一些，27秒9，是，而明明和子墨双双复位了吧？是，啊，明明好像还跳秒了，啊，对。这里很戏剧性啊，两个人双双复位，就在那里起步，又是秦九两个人，
是官人先冲出去啊，对、这个、但是官人把子墨这个小分蹭没了，他就双分出来了、啊、这里消费点过来，落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开始又各种乱撞、这个大家都是零星好像出点问题啊，七数八的，对对，这里子墨点刹车，刹车打、打下秘密、这个影响比较大，而且后面宁信也被连带一下，他没有氮气了，子墨可以飞过来，对，这里后面只能衔接一个 W， 最大宽这边卡过来，是这一块突然调整一下，宁信这里也是突然有点慢了，对，这里要放子墨走，那这个时候官人就跑得有点远了，对，关这个时候官人压力不能太大，而他必须要稳住，而且另外一个压力在子墨身上，就是他一定要跟紧宁信，明明的话也是出现点失误，就带他拉远了。看这第二圈的起步，一波人先顺利过来。哦，这压飘，宁信又出现失误了。哦，让子墨再次反超，这边开始 ECU。小飘过来，再接一个甩尾。哦，这差一点下去，半个出生在外面，这里子墨不挡了，第二圈没必要了。这个已经跑去很远了嘛？对，侧身拉过来。快出来点飘，没有难点了呀，是最后几个弯道的话，这个距离也很难去做对抗了，而且一分完全够的呀，是就算你反超了又能怎么样呢，再拖飘 CW 喷过不来，是快出来带连续，最后的两个弯道、一分三十四秒一七，秦九这边双领跑拿下莫高窟，那可以让我们恭喜秦九二 V 应该是战胜了 QG， 是的，这场胜利官人拿得很开心，没错，我觉得他的压力也很大，对，感觉赢了以后这个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，是，但反观 QG 的话确实不怎么理想，这场战术之胜，我说实话今天秦九的战术加上敏敏的状态不好，这一局似曾相识，有没有，跟阿拉布克那场比赛也是，确实这个在最后的一局吗，但其实说没有太大的失误，不是怕他们两个造成的失误，而是战术嘛，宁信拿到了88分，九局比赛拿到了88分，已经很高了，